件。今天在出院的时候，请我们大家来介绍我们今年非常特殊哈。我们两位大将军哦，我们当地哦，北港地区的哦，我们的心中都会说两尊大帅哥啦。今天是跨年哈，尤其是哈，那走在炮火堆中哈，是有如腾云驾雾的这个威风凛凛的这种感觉了哈。所以哈，那边是咖啡，是经过很多的一些工作人员不断的练习哈，耐力体力的坚持了哈。因为哈，那整个活动哈，跟整个这个绕境的这个队伍，因为我们沿途有很多很多的炮点。那刚刚我们的三官会啊，三官大帝这边教官他有在跑，所以请你们让等一下。